妈妈市长卢秀燕最强母鸡，2024选举以一己之力让蓝营立委在中部遍地开花，而背后就是有民意当靠山，紧追在后的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。国外知名演唱会都在高雄举办，在陈其迈带领下，高雄产业进驻，观光、演唱会、经济都风光无限，让陈其迈在2024也登上五星宝座。深感荣幸，整体成绩又创新高，疫后妙经济、妙观光、妙酒宴，无休止。卢秀燕表示深感荣幸，而根据统计，六都县市首长满意度，卢秀燕第一名，满意度72.9，与施政分数创新高，双双居六都榜首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以71.3%得到了第二名，而非六都需要加油的就是新竹市长高虹安43.1%，以及基隆市长谢国梁39.3%，最后一名。做民调的三月份的时间是东岸事件最激烈的时候，在五月中做的民调感觉也比较回稳，不敢说太多，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好。强调还要继续努力，毕竟2026即将到来，各阵营更是暗中摩拳擦掌，也让各县市首长都不敢掉以轻心。三立新闻钟云瑞、林俊华、石明启综合报道。